嗯，傅姑娘现在都是账房了，可不能算糊涂账啊。什么糊涂账？这花环只有送了人才有价值，你一直捏在手中，可不是浪费了它，成了糊涂账。如果你没人可送，不妨送给我呀。 小侯爷若是想要花果环的话，我这有啊。哦，我是想要花果环，不过我只想要他的。原来如此，那就祝小侯爷得偿所愿吧。你像方才这般，别人会误会的。 祝小侯爷平安笔试完。你对我的期待就只是平安完成笔试？那还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呢？哼，也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我还没有娶妻生子呢，绝不能有事儿，你别担心。我哪儿担心了？好好看我如何夺位，不准看其他人。